我觉得应该我感觉我认为我心目当中是现在这种嘛那生活是下了一把烟这是华灯初上喧嚣都市匆匆过客是否还记得你曾经的梦想在为生存努力拼搏的时候你还在继续思考吗思维还是一样的鲜活在深圳街头采访了一群骑着思维车的伙伴还好不怎么好很充实差不多挺开心的现在我觉得挺好了当然有啊肯定有啦有啊有这个想想啊想现在努力赚钱旅游啊希望以后我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也喜欢这个独轮车吧最近准备自己创业我希望人人都能骑上这独轮车了是平面模特还有影视多赚点钱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自己主动的选择一种危险的东西比较好玩可以接触很多人然后又可以交流这个非常方便自行车开的挺火这很方便也很大方却挺时尚的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希望能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带来很多便利啦然后很多乐趣我相信改变世界要先改变自己寻找自己证明自己梦想就在那里我要寻找到我自己哇有睡过阳台呀、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老婆我的小孩一生下来就是就王香我也知道我改变不了世界可是我就想为世界留下些什么努力了不一定能改变但是不努力将永远不会改变现在在打工的话上班有点太单调认真一辈子就是为了挣一口气但是你在被淘汰之前你一定要痛痛快快的活一把这个最重要你获得了自由然后你的生活会更开阔我想找一下自己感兴趣的赚钱啊然后就全力去追全力去实现我觉得这最重要最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身上有的只有时间而已我们其实别的什么都没有但时间流失得很快想好了就做啊我现在在考虑这个独轮车市场你说多开几家可以盈利的店啊你先赚钱了但我会坚持自己的路就是沉下心来好好学习吧有自己的那个梦想实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为了遇到更好的自己做自己的梦想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有时间可以自己更丰富去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的话肯定是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就让自己人生更充实咯能够把自己变得更好了变得更优秀肯定还年轻想多尝试一些让整个自己的人生更多可能性吧我觉得珍惜自己啊，因为真正的巅峰更难。走得更精彩一点。给我觉得省了很多力量，而且也给我增加了很多人气。也走出了一点自己的个性。骑在上面很拉风。这条路再漫长再艰辛，我相信我们这群人会一直走下去。Keep walking。在，必须在，当然在，在，一定在，在。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你就是最牛逼的。